直说攒钱，一直说攒钱，攒了多少多久了，然后也没给我哥一个。然后他就是随便说说，他对他前女友可非常大方，什么化妆品啊，你怎么又能提到我前女友啊？那你前两天还跟他联系呢，然后化妆品一套都送给他了吧？他家的我送给我，我他家的我，然后跟我说要见面，然后我都没有回他，然后我和他说，然后他生气了，是我和他说。然后他你和他说我前女友约我见面，我没去见面。对，然后我没去，然后他生气了啊！对，就是这样。他不是没去吗？你生什么气啊？对他没去，那他为什么同意那个他前女友的好友申请呢？就是想藕断丝连呗。那我跟他什么事儿都没有，我光明磊落的，我为什么我怕知道啊？我什么事儿都没有，为什么怕知道呢？好。化妆品是怎么回事？之前他俩在交往的时候，那前女友就是想要一套化妆品，然后结果他就是二话没说就买了，然后买完之后就送给人家了。结果我现在想要割一个不到1000块钱的双眼皮，他都不同意。还有别的罪状吗？还有啊，就是我俩就是最近嘛，就是要临近毕业了，我们俩都是专科，就想往更高的学历升一下。挺好啊。但是吧，就是我父母不是很同意。因为他在那个我父母在老家给我找了一个比较好的工作。然后呢，但我为了他嘛，就放弃了这个工作，然后就跟他一起去，然后专升本学习。结果他就是没有耐心烦给我讲题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不是我没有耐心烦，就一个类型的题，一个公式，我给他讲一遍，然后再换一个题，还是这个公式，他又不会了。讲3遍还不会，讲5遍还是不会。你就是没有耐心，你就是嫌我笨，我又没有你，没有你前女友聪明。又提我前女友，我俩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总会莫名其妙问我一些问题。你看我胖了吗？你看我好看吗？我说问我胖了吗？我说没有。问我好看吗？我说好看。他说，突然就来一句，就说对我就是胖了，我就是没有你前女友瘦，就这样。就是那因为我都不知道因为什么，因为他老说他前女友不过百，然后他嫌我胖。哎，你是不是怕自己升不上本啊？其实我是那个文科的嘛，然后我学的系是理科的，所以我学习肯定有点难，有点难度。然后他一教我吧，然后他也就是不怎么乐意教我，有点不耐烦的样子。而且我们没有结婚，我觉得以后他还是这样，我有点接受不了。我不想浪费我的青春时光。